非常少见。足三阴，塞成这个样子哈，可以想象得到这个静脉跟瘤有多惨。包含近前静脉，近后静脉是，还有比较表浅的是大隐静脉，要回股动股静脉恐怕就回不去，是，它的阳面反而比较好，也不行哈，来稍微测一眼看这里是，这边是，小隐静脉，小隐静脉必须要回流给腘静脉，所以整个脚部的进步静脉回流系统是严重的障碍。